啊，你会不会开车你啊？啊，来来来来，你过来来，来你过来来，别跟马路中间来，你上这儿说来，会不会开车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我车开这么慢，完你搁后边还跟我往上怼，你啥意思你？不是你突然踩刹车，我来不及了。那你跟我那么紧干啥？啊，你啥意思？显得近呢？就我长这样咋相中我了还咋的？不是大哥，我是新手，对不起了啊。新手啊，对不起就完事了。你知道我那是啥车，你就往上顶啊？啊？啥车呀？啥车？来，我告诉你来。我这是我新提的，最新款，最高配，大气 ，QQ。你那啥车？你顶我车？你怎么不考虑考虑呢？是我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保时捷。我不管你啥捷，你那车那没用，知道不？你啥捷？你跟我提那阵有啥用？啊，把我车干瘪了怎么办？是我那车瘪了。我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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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？你爱瘪瘪去吧。我车瘪了啊，怎么办吗？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说实话，不给我说法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沈阳提谁都不好使，你走不了，知道不？不走就不走呗。不一样啊，呀，脾气还挺暴是不？哎，你脸透红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你喝酒了？谁喝酒了？喝酒了？我脸天生就这么红。别搁那扒瞎了，还天生那么红？大家都知道，天生那叫红脸大汉，男的，知道不？我也没听说有就天生红脸大妞的。有味儿，有酒味儿，喝酒了，肯定喝酒了。啥叫有酒味儿啊？我就是觉得头晕，有点闷，我喝了一瓶藿香正气水。那就对了，大家都知道藿香正气水里含酒精。藿香正气水里真含酒精吗？你别问我，问我没用，你问警察去啊。你问警察，你现在别的话没有用了，你就告诉我咱是公了还私了就完了，你跟我扯别没用。公了咋的？公了简单呢，现在马上我报警，警察来了马上给你整进去。你现在酒后驾驶，你还是追尾，所有责任都是你的啊！就你这小模样，等你出来，几乎上就老太太了。那你说私了怎么办？私了简单呢，拿钱呗。哎呦，闹半天就这点事儿啊！私了，私了拿钱很简单，玩你走你的。你啥意思啊？100块钱呢？我这穿金戴银的，我差你这百八的。我发现你是不是糊弄要饭的呢？要饭的我还给150呢。不要拉倒。那你那意思我要饭的都赶不上呗？那你车就瘪这么大个小坑，你还想要多少钱？别说话了，行不？什么玩意儿瘪那么大点坑了？行，我不跟你唠，我跟你唠没用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个女的，我也不跟你一样的。知道不？你这么的，来，我让你看看，那就是修车行啊，啊，咱让他那边过来一个人，来个专家看修我这车需要多少钱，你拿多少钱你走人，没工夫跟你扯。行行，你让他过来吧。哎呀呀，让他过来吧。没工夫跟你扯。你就告诉他。你干啥呀？怎么还听人偷听人打电话呢？你拿你是美国总统呢你啊。哎，二驴啊，我现在在你车行对面呢啊，有个小娘们把我车给我顶了，我这新车啊。对对对，咱俩砸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明白，砸他一下啊。好嘞好嘞好嘞，马上过来啊。好嘞好嘞好嘞。哎，专家马上过来，他定多钱你给我拿多钱就完事了。行，倒霉，你倒霉，别跟他吵了，还你倒霉。哎哎，大哥，做的行不行？你说，电话一响，我一溜小跑到位。什么？大哥，你咋了？这几天不见，你咋还面瘫了呢？
瞎说啥呀？谁面瘫了？别说话了，你认识我吗？你啊，啊，你认识我吗？那个我认识他，他谁呀？他不你对象吗？你滚一边去吧！他我对象比他难看，我再难看我也不跟你搞对象啊！你别说没用的，哥们儿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就他把我车撞了，车呢？车现场师傅，你给好好看看啊！放心吧，凭我多年经验，一打眼就知咋回事。哎，谢谢啊！你太事儿了！哎呀妈！哎，我说开 QQ 会不会开车呀？这瞎么糊的呀？这不把人保时捷撞废了吗？哎呀！哎呀！你会说话吗？啊？你合计啥呢你？那 QQ 是我的，你不知道？哎呀，不早说呢！我没告诉你新车新车呢，不合计什么玩意儿？人的保时捷也不旧啊！别说没用，快重看重看。你哥们儿好好看看啊！那个我再好好看看呢，这有点迷糊，就是不动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妈呀！哎，我说这开保时捷会不会开车呀？这不把人 QQ 撞废了吗？啊！不是师傅，完了。哎，师傅，废了啊！你刚才不是说那 QQ 把保时捷给撞废了吗？刚才呀，他根本没瞅准，对吧？哥们儿，你瞅准你再说啊！你瞅准。我刚才不是这么看的吗？现在不是这么看的吗？那有区别吗？角度有点偏，方向还不同，是吧？废了 ，QQ 是废了，这是。就这么点个小坑 ，QQ 就废了。废了。不是，这车发动机废了，这个水箱。哎，师傅，发动机和水箱都在前边吧？我撞的是在后边。那就对了，你撞的后面，震的是前面，这属于是内伤，啊！看没看过打拳击的？看没看过？打拳击的一拳打过去，表面没事儿，内脏受不了。哥们儿啊，你这么你看完没？现场看完，看完你这么的啊，来，你给夏哥决定，你说修我这车需要多钱就完了，你告诉他。要三万行不行，大哥？什么三万？我那新车才两万左右。这个修车呀，修车得五六千。什么玩意儿？得五六千。五六千？那得。你俩敲诈呢？你说我敲诈是不？你要能办这事就让他处理，不行咱就公了，行不？公了就公了，还就公了了。行，你就这个哎，老妹你别走，来。不是怎的？好好说吧，咱啥事儿吧，以和为贵，对不对？我这专家搁这看着呢，是吧？我给你面子，行，别五千六千了，一口价5000块钱成交，行不行？不好使，五千不，你别说话了啊！我那车少6000肯定不好使，就完了，走不了。你看得准，我看得准，5000，行，我听你的，给你面子。行，算我倒霉，但是我手里没带那些钱，我给我朋友。发个短信让他送钱来行吧，你快点啊，我没工夫跟你搁这扯啊。大哥套路行不行？套路行，比啥强点。那个钱那玩意咋分呢？钱咋分啊？对，那是5000的话给你60啊。你这也太黑了，那你这样的话我让你小妹报警了。那个要给你加40，100，行不？这太少，不行。小妹，你干啥呀你？啊，我跟你说，那你要多少？你说你要多少？这么点坑，100块钱足够修，剩4900，一人一半。我发现你比我还狠是吗？小妹妹，哎，不是没事，他你快点让他送钱就完了啊！快点送钱，就这么定吧啊！行，一人一半。那我把车开到厂里修去啊！对，你哪车是我知道不？知道，保时捷吗？什么玩意儿 ？QQ 啊！气死！啊，拿钱！行啊，你这一会儿工夫赚我5000块钱啊！你说那叫什么话？谁赚你5000块钱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老妹儿，我搁这跟你唠这么长时间嗑，我都赔钱，你知道不？啊！赔钱？就这么长时间，你耽误我多少钱？你知道不？得耽误好几千万，你知道不？你是做什么的呀？就当你好几千万这一会儿。我做啥你不用管。我知道你做啥。我做啥的？做梦的。好啊，你跑这儿来了，我看你在往那跑。哎呀，咋？哎，我干嘛？咋你？快跑！
干什么？哎，哎你干啥呢？你干啥？我干啥？我上商场买东西，回头功夫把我车开跑了。走，公安局。你小偷啊？你知道？走，这我不敢了。待会儿，该我钱呢。啊，你俩一伙的，一起走。不是一伙的，不是一伙，我不认识他啊，我不认识。走，哎呀，不是，大哥，你帮我说说，咱俩还有钱呢。你别什么玩意儿钱呢？我跟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。大哥，走，带上。不好意思，别蹭我的牌子桌了。你谁能成想啊？现在多危险！就这么漂亮小姑娘偷车，你这玩意儿，你……哎呀，不对呀，那我那5000块钱我跟谁要啊？哎，大哥啊，小妹妹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我大哥，我太佩服你了。你听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么点坑，你能整5000块钱，我真服你了。不是，他没拿钱，他根本就没给我钱。撒谎。是不是撒谎？撒谎你都不会撒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大哥啊，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就是，人家不给你钱，你能让人走吗？是你性格吗？兄弟，你听我说，别，他没给我钱，你跟他收啥呀？玩阴的是不？是不是玩阴的？我跟你说，玩阴的都会啊。那个徒弟们啊，把 GQ 四个轮胎全部撤掉。哎，他咋的？兄弟，不听，你听我跟你说呀，兄弟，哎。老妹儿演的不错啊，必须的，这演的跟真事儿似的。就你这种演技，不当演员白瞎了啊！哎，可儿姐，你说我表演的这么好，本山老师为啥不选我上春晚呢？这简单呐，咱问问他去，走。